主料：生长300克，泡笋100克，泡姜20克，泡椒15克，青尖椒10克，红尖椒1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姜、蒜、葱。料酒：生抽、老抽、鸡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生长用剪刀刺开，清洗干净，备用切小段备用。酸笋切段，泡姜切片，泡椒切碎备用，青红椒洗净切块备用，姜蒜切碎，葱切花。锅里放油爆香姜蒜，放入泡姜和泡椒炒出香味，放入青红椒翻炒，倒入酸笋翻炒，倒入生长，加入料酒翻炒，放少许水烧煮，让生长入味。加入生抽、老抽和鸡粉炒匀，放入葱花炒匀即可上碟。烹饪技巧：生长入锅后一定要稍稍煮约30秒钟，这样酸笋的味道融入生长里，口感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